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开店就过来，后面来的保友说昨晚有卡暗黑球雷姆，所以他们今天又要来拼，选一个一星铁哑铃吧。哦，看到暗黑的缩图了。二一配看看气息能不能遇到，直接进入捕获环节。是精灵球，两只都抓到了，希望气息可以遇到啊！居然是四二配，只好继续排队喽。刚刚保友跟他儿子也都没有遇到暗黑球雷姆，还是没有大小图啊，躲得太好了吧。选个二星路卡利欧，六个缩图都是火系家族，哎，结果出来是电系家族，爷爷带孙子，派出别人不要的蓝蟾蜍跟皮卡喷火龙，最近都在玩活动对战啊，所以没带什么卡片。本来也是要来玩活动对战，结果这边没有开放。蓝蟾蜍加五的攻击，轮到小石怪的回击，一样是加五，自爆磁块接着攻击。结果喷火龙还没发挥就回家了，直接用租借的好了。哦，还租到三星双斧战龙，哎，又回到蓝蟾蜍的攻击，一样还是加五啊。剩自爆石怪，双斧战龙接着攻击。哇，按太烂还没挂，又轮到自爆石怪的攻击啊。应该再打一下就结束了，搞定。
推出了精灵球。一、二、三，会有交换机会吗？哦，有哎，不知道会遇到诚实大叔还是诈骗大叔呢？各位观众，四星可惜了，不过也不错啦，这次就来抽这张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留言我想要鸭嘴延寿，我们抽一位。哦，有气息。终于出来了！靠，这两只可能打不赢呢。超痒。不过一二星的好处就是站位前面速度快啊，还可以再打一下。本以为可以替换宝可梦了，结果出现反击机会啊。轮到暗黑球雷姆的攻击。加三五送两只回家。直接派出月神跟固拉多。轮到自爆磁怪的攻击，哇！加五打半血，真的假的？用月神来结束一切吧！露奈亚拉的双重冲锋。直接处理掉啊！来看暗黑球雷姆会推到什么球？开机大家打了好几场，第一次出现呢，是精灵球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可惜呀。那我后面的妈妈也有出现交换机会，她是换到四星电击魔兽，应该是里面卡太多四星了。再来轮到后面的妹妹，也出了交换机会，觉得小朋友资历很厉害，所以我就录了。结果真的被她换到暗黑球雷姆啊，太幸运了，妹妹遇到诚实大叔了，恭喜她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